大量人力、物力和大型机械，混若干个作业面，同时展开施工，才能确保高效、快捷、安全的完成全部施工作业内容。施工铺设道岔31组，铺设线路13.7公里，每天组织专业的施工队作业人员近300人，投入大型机具10余台，用30天完成常规情况下3个月都干不完的任务量。 Thank you.